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在罪恶的避难所中，光与影起舞交错，卑劣的贵族用自己的名字在历史的一页中写下自己的行为。这是哪里？这是哪里？不知道哎。不知道喂，是哪里呀？所以我中了多少哦？当然不告诉你咯。不管，我要去偷看攻略了，不想动脑了。处女座的你怎么没有给我解答？第一个在这里，那个地方我不是去过了吗？为什么它没有显示？要有事件。欠贼到底可不可以直接杀掉？他一直跑。啊！你们这些红兵也只找我麻烦，都不找这个欠贼麻烦。应该是在这附近。啊，超过了。这个室内，这里，不过为什么？这里是哪里？这就是写一个地标，没有得看。为什么是在这里？避难所，这里是避难所吗？这里是干嘛的？完全不能理解，好吧。弥漫在国王宫廷中的邪说，被倒卧在泥泞中陨落的神圣符号纷纷照亮。宫廷。泥泞宫廷有这地方吗？这是贫民窟。没有哎、欸，在巴黎某处。啊，废话，当然在巴黎某处啊。是不是都在自己的谜题区域内？
刚刚有跨区的，所以不一定。哦，笨蛋，还骂我笨蛋，过分！你的星座你自己找不到。宫殿，又没有看到宫殿啊。啊，对好，我的宝箱满了。没有看到宫殿呢，宫殿在哪里？这是火把。啊，算了，偷看。在贫民窟，在这里，在贫民窟。不科学啊！这跟宫廷中的邪说有什么关系？果然，处女是很难搞的。附近有冲突的时候，你们很麻烦的这些红兵。还有犯罪，安安大大，安安。这里吧，对对对，熟悉的路口角落是贩卖堕落的地方，贩售者的悲哀因为地痞流氓变得朦胧，跟卖东西有关的，会不会是我的某间商店，其实在这个商店的角落之类的，去看看，猜不中的话就再去翻攻略。那个角落，犯罪者，啊，里面有宝箱哎，顺便拿。啊，你们那么多人看守，就没有一个人在这一层有意义吗？哦，好多人哦！哇，全部都被我赢过来了。换个位置吧。Now I got ya. Coward, face this like a man. Got ya, moderate power.
something's going on. Didn't become a puff of smoke. You can't help it. Or don't give up, you horsehead!在上面还是哎、欸、同一层？啊，在外面哦、喔。难道所以我应该是四号直接碰吧，但是你们在南港碰吧。啊啊，你们不是南港坐火车？在哪里？在哪里？那么粗糙的地方哎、欸，在巴黎大堂，巴黎大堂这里，三角形。办公室找到位置。然后到后来变成都看攻略在解。又有人发现我，又有人找茬，杀了你。刚好藏在那个地标下面呢。刚刚这个是也看过了吗？手快玩车可以来玩乞丐之王。二楼有人看守。Come here, you cowardly bastard! Now! 或许我需要无声的幻影之剑。没中啊、哦！
对，好像很贵耶，我这样划算吗？我的星座很难很好啊，哪里好？对我来说不好啊。就是宝山就赚了，哎，卖他亏100块，一支箭200。You're a royalist. What do you want, eh? I don't. My friend. Hello. Watch. 看他破坏拍卖会，我铁手他走超近，有没有感到不舒服？有一个人黏着你的背后走。红兵，这里吗？ And now let us sell off this dilapidated church. I hope it remains standing until we finish. 200 livres, 300 livres. Who are you? Citizen Dawsonville. And I bid 300 livres. No. 所以现在。You can't bid against yourself. This man is disrupting the auction. I bid 200 livres. I bid 7. And mine aren't counterfeit. I must ask you to leave, citizen. So you can pretend to sell this fine building to your friend. That's an outrageous accusation. Take that back. Make me. You men, get him out of here. I'll get you right in. I 早就准备好要出手了。新目标保护达松维尔，我已经保护完了啦。啊，还有哦！还有人吗？还有。啊，这次没能先发制人。好困，开始要停了，等一下就睡着了。还有吗？我再一颗烟雾弹了，啊，完成了。应该是人物吧。丹尼斯·莫里尼不是那个人吗？刚刚那个叫什么？完了，我忘记他的名字了。这个吗？好像是哦。在那个时代里创造了许多诗人，他却是最糟糕的。年轻的法布雷曾经赢得诗歌比赛二等奖，获荣获利达上银百合的称号，但他却取了一等奖的称号德格拉提多金眼玫瑰自称其名，也因此这位吟游诗人成了广为人知的法布雷德格拉提。法国历史学家让·蒂拉尔形容他是一位懒惰、情绪不稳定、俊俏的男的汉子，也多亏了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让他在历史上留名。
他因为路易十六的一封信而免去了坐牢的下场。欠债。作为报答，他一边参与了丹顿与马拉所涉及的一连串骚乱，一边写着流行剧本。为了应付他那奢华的开销，他进了法院工作。300万的代价，替雅克宾派创建了君主制运动。司法部长丹顿还聘请他作为秘书。而后，罗伯兹比尔控诉他窃占军需，他从好几千名士兵预订的鞋子采购案里赚取庞大的利益，但货品却没有如期交出。就这样，这位诗人在九月屠杀事件以及大革命后续几个知名事件中扮演着反派角色。由于他涉及有关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欺诈事务，罗伯斯比尔针对他为目标，最后将账算到了丹顿头上。1749年4月6日的断头台上，连接者罗伯斯比尔这样形容他：一位有着天分却没有灵魂的人，虽然有着描绘人们的才华，却更善于欺骗他人的人。他一生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歌曲就是这首《夏雨拉牧羊女》。他最著名的歌曲的歌那个标题也真好笑。咦，贼婿完成了，来吧，乞丐之王。1791年1月19日晚上，下着雨，调查贫民窟，找寻乞丐之王。因为之前我忘记，我提醒一下，之前我们杀了那个刺杀他女朋友爸爸的那位圣殿骑士后，发现他的记忆里面有提到乞丐之王，所以呢，我们就在议会的同意下跑来这边调查。可是我都没有补任何的消耗品，这样没有问题。哎，有人在讲话啊。哦，找到了什么？Le roi des Thunes, lieutenant. 哦，他的副手拉德歇。哦，那西夫人。啊，居然是把那脚锯掉。Look. 突然认得我。The good folk of Paris give more money to crippled beggars than whole ones. Le roi des Thunes isn't that bit of trivia, an opportunity to motivate his less successful employees. That man has lost a foot. Now you can charge in there, cause a great disturbance, and send all the rats scurrying back to their holes. Or you can disappear into the swarm.And follow the rats back to their king. Either way, that man has lost a foot.
It's done. Take him to the clinic for a proper cauterization, then send him back to the street. Come on, up you get. I appreciate the advice. Not yet. 这人到底是谁啊? Who are you, precisely? And why help me? Oh, I've had my eye on you for some time now, Arno. I feel it my sovereign duty to aid all those who suffered in cruelest bondage with me at the Bastille. And I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seeing the King of Rats caught in a trap. As to my name, I have the pleasure of being 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Marquis de Sade. Do pay me a visit when you've tired of chasing vermin. Oh, he's left a lovely trail. Good luck. 那个人在干嘛？为什么要蹲在那？ 萨德侯爵 Hi guys and girls, came here just to talk. Hi. 就这样，Hi. 萨德侯爵唐纳蒂安阿尔丰斯法兰斯瓦，生于17。 1740年，他生自一个典型的法国贵族家庭，家族中多是士兵或神职人员。在萨德14岁时便开始从军，不过很明显的，他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他在31岁的时候就离开了。萨德是典型的特殊人士，他喜欢表扬艺术的一面，为人也十分坦荡，而十分放荡。 使用家族财富及家族的影响力来避开一项令人震惊的罪行。很幸运的是，这种方式现在绝对不可行。或许在法国吧，在台湾应该可行。贪污在法国的王权制度是很明显的问题，但是那只是被视为丑闻，而非重罪。 他的成人生活流连在不同的监狱之间，他在这些监狱中留下了许多文字。诶，绝大部分是淫秽猥亵的之语。哦，原来是这个，我以为墙上那是他写的。而多数文字都被删减。他在1790年出狱，而且感受到改革的气息，所以发表了声明，放弃了自己的资格，并入选了。 国民公会，他继续撰写情色风格的文学，而且还能避开几乎所有的罪名。他放弃了自己的贵族资格，居然还可以避开所有罪名，这人也蛮厉害的。哎，他胸前的那个 V 开的好大。<笑>我知道这个校长，其实他有过这样的行为，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印象。啊，他是校长哦。 哦，不，他知道有个校长，他认识的校长。他在政治生涯并不长，在1793年晚期公开批评罗伯兹比尔，并以温和主义的罪名被逮捕，并吃了1年的牢饭。自此之后，他便不再涉足政坛。 而在1814年时，他又在拿破仑的命令下遭到逮捕并入狱，在并在1814年时死于狱中。他度过了君主政权时代一场革命以及绝对统治。不过，起码他写了一些文字，让自己能够度过寂寞寒冷的夜晚。真是一个神奇的人。 哦，这整个是血哦，难怪那个人要蹲下。他在哪里啊？幻影之剑刺杀。
Oh! Trying to ditch me, corpse! There you are!我已经完成该要的两次了吧。跟随他跑那么远，我顾着杀人，他就跑那么远，目标距离太远。哇！哇！失败哦！啊，失败他还会自己走回来给我重新跟踪，这么好心哦。What he did to Thierry. I remember the man's screams and how long they lasted. And that was for an accounting error. You're joking. I thought he'd skimmed off the take or some such. Nope. He misplaced a one in a ledger. Right. Double time it is. Agile. Il est probablement simple d'esprit.啊，后边是有不同的人可以给我跟踪，因为刚刚党羽不止一个嘛，所以我才会重新再回到这里，再找一个目标跟踪的。他走的路也不太一样。啊，跟踪到了。Let him inside quickly.Something doesn't feel right. He's dead, sir. Then toss him in the gutter and get yourselves inside. 他死了，我也是啊，被直接锯断脚。唉，可怜、啊。伊洛，亚洛伊斯拉德歇。一个在路易十六，哎，不对、啊，他刚刚就叫我跟踪拉德歇，我说不可能是不同人，那他自己走回来给我跟踪，不然他脑袋是不是装豆腐？一个在路易十六在位时期的孤睡员亚洛伊斯拉德歇，看来一生注定是个平庸的中产阶级。他是一个孤睡员，要怪只能怪他自己。根据记录指出，他因为被指控贿赂而被解雇，并且无法再找到其他工作，使他陷入低潮。用樱桃炸弹诱骗两次，几乎都没有用哎。好了，来诱骗看看。哇！我在哪有诱骗？啊，完成了。那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他们好像没有过来嘛。最后一只幻影之刃。最后两颗子弹，太好了，有商店，有商店。
给美好补消耗品的我一个及时的救援。